这个位置啊，卖绳子的人呢、啊、是随走随得来，你看这人还是这么多，感觉像是啊、人山人海一样，在农村里来说真的还是一番热闹的景象。现在车好多啊？嘿，这绳子还是挂烂嘛，绳子扔了，绳子正好就摸着盘头，还摸到路了呢，就是哇塞，一根是一根的嘎，这磨的好多嘛，今天下午冬瓜好多，今天还冬瓜好多，下雨下雨，哦原是上午在下雨嘎，下雨嘛，天哦雨一停才结，这学不到好久了，学不到好久，这个学不到好久了，应该绳子这么好听，嘿嘿嘿，就是要好，哦对，就是要好，妈呀，那个绳子好大哟，这个比我手指头还壮，哎，那你们这个还早，那我们就先过去看看吗？啊，要吧？你回头来装嘛？哦，回头来装嘎？哦哦哦，那你们慢慢弄哈，哎，我们先过去看你，哎哎。哎，咱回家吃饭。哎，我们吃到饭的呀、啊，吃到饭的，吃到饭的。哦，你们弄到去，赶紧弄去吃饭嘛，啊。哎呦，吃到的，吃到的，吃到的，你们慢慢弄哈。哎，好好好。今天绳子啥个样的呀？绳子可以，绳子过的，绳子过的很。哦。绳子过脚。还可以啊。到底过的？哎，这切的肯定也不少，那么多绳扣。到底过的少了。这么多绳扣。有的全部都煮起了啊，炖锅是的，哦在锅在哪儿，锅在那屋里吗，我看见你看哈，有把气吧、啊、有把气看嘛，我看见你煮的绳子看看，哎要的要的，煮点的，哇塞这么大一锅、啊、这种的话清煮表就给他们说一下嘎、这种清煮表说哈，绳子还是不撇，这绳子都还是半个半大的，这是一种清煮表给他们说的哈，嘎。吃饭，你们吃饭没？吃到的，吃的，吃到的，吃到的。哦，不是没吃饭，你吃个饭过去。吃到的，吃到的，你赶紧忙你的。今天倒是不多，有个下雨，昨天下雨，今天上午下雨。那也是。下午才去的，我们一点过才去的。一点过才上班啊？哦。几个人吃这么多啊？两个人。嘿，那还是不少哦，哈。你去时间给你。哎，那我们先过去哈。哎，要得要得。哎，那我们等你们嘛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好。嘿，绳子还是不错，嗯，绳子不错，对对对，你把那个质量整好点的，反正兄弟你们也得看我的视频，对不对，嘎，那个东西我们有那句说那句，绝对不比你们卖的价钱低，是不是嘎，市场上因为我们回去人工比较大，是不是嘎，但是你们绳子还是可以啊，绳子还是可以，这也是，哎，这也是啊，这都是一根是一根的，哎，这些你看嘛，嗯，可以，一家一家的来哈。我们那好多不晓得。你们是住在蒙子的嘎？蒙子，哎。你们骑摩托骑好久啊？骑摩托嘛，刚刚。没有，还要肯定要十分钟。就反正40分钟，半个小时不得行。半个小时不得行啊？十分钟，他们那过来。嘿嘿嘿，那距离还是不近了哈。我倒搞出去20分钟。这不少的，五十八减八，就是50斤，五十斤啊，哦，45哈，这二两子还给你，那这就贴到，贴到，那没事，这二两子叫你吃的了，把那个叔叔的吃的二两又还到你了哈，你要领那个叔叔的人情喽，哈，那就是。你们收好价？我们不一定呐，反正有人收你们就卖嘛，嘎。我们那个是靠缘分。一到晚上啊，他们那个地方收绳子的人就特别多。现在我们那个位置啊，就有三个贩子在收绳子。但是我们唯一的好处就是啥子？不用骑粑粑啊，也就像那个样子，带大家看一下嘛。他们市场上卖的那种绳子就是全部性的。捆成那种八字啊，因为心里看起美观一点点。我们收绳子的话，就是那种散装，啊、还是要减轻一些劳动的啊。绳子还是可以，绳子还是半个半大的。狗这个绳子嫩很大，绳子还是嫩，煮的肉但吃最安逸。嘿，对，越煮的好的绳子越好吃。对，就是看起看，配成散发的，正常。
上面那个是生意。哦，上面是生意。其实吃有很大嘞。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。啊。捆粑粑捆起来就不好。哎，像你们女那个皮皮卡那个瘦好的啊的。我不抬嘛，就光是推壳子抬就停住了去了。那么抬了。哦，这样捋一下嘛，这样捋一下嘛，捋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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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水货。但是这筐子绳子还是漂亮，板个板大的。今天晚上陆大师就是我们的质量官，可以啊，带出来的陆大师。这个位置啊，买绳子的人呐、啊、是随走随得来，你看，这人还是这么多，感觉像是啊、人山人海一样，在农村里来说，真的还是一番热闹的景象。这边是我们收绳子的地方，这边是他们市场上收绳子的地方。